廊坊凯博建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全自动锚杆生产成套设备，由一条锯切生产线和两条全自动锚杆生产线组成，为国内外首创。该成套设备具备以下八大优势：一、自动化程度高，可实现杆体的自动定址切断、自动传输及螺纹的自动化加工；二、加工精度高，杆体长度误差不超过2毫米，螺纹长度误差不超过1毫米；三、劳动效率高，每个台班可生产16至28毫米金属锚杆体，超过5500根；四、安全性能高，整个加工过程操作者与锚杆无直接接触，充分确保了操作者的人身安全。五、适用范围广，可加工屈服强度为500兆帕的高强锚杆。六、节约人工，成套设备仅需配置4人。七、操作简便，操作人员经简单培训即可上岗。八、配置灵活，可根据客户需求选配45度斜切生产线、冷轧扭生产线等。该成套设备已在神华集团、中煤集团、山西焦煤集团、龙煤集团、宁煤集团等单位成功应用，有效解决了生产安全问题，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凯博科技生产的全自动锚杆生产成套设备，为我国传统锚杆生产行业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保障，是金属锚杆自动化生产的首选。廊坊凯博建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全自动锚杆生产成套设备，由一条锯切生产线和两条全自动锚杆生产线组成，为国内外首创。该成套设备具备以下八大优势：一、自动化程度高，可实现杆体的自动定址切断、自动传输及螺纹的自动化加工；二、加工精度高，杆体长度误差不超过2毫米，螺纹长度误差不超过1毫米；三、劳动效率高，每个台班可生产16至28毫米金属锚杆体，超过5500根；四、安全性能高，整个加工过程操作者与锚杆无直接接触，充分确保了操作者的人身安全；五、适用范围广，可加工屈服强度为500兆帕的高强锚杆；六、节约人工，成套设备仅需配置4人；七、操作简便，操作人员经简单培训即可上岗；八、配置灵活，可根据客户需求选配45度斜切生产线、冷轧扭生产线等。该成套设备已在神华集团、中煤集团、山西焦煤集团、龙煤集团、宁煤集团等单位成功应用，有效解决了生产安全问题，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凯博科技生产的全自动锚杆生产成套设备，为我国传统锚杆生产行业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保障，是金属锚杆自动化生产的首选。